是低冲击的肌力训练。那所谓的低冲击呢，就是我们没有跳起来的动作，那并不代表它的强度是低的。每个动作呢，你还是一样可以训练到我们该训练到的肌肉，比如说我们的腹部、臀部以及大腿。那我们就准备好身体、毛巾跟水，从暖身开始咯。我们从站姿的暖身开始，将你的双脚分开来，大约是臀部的宽度，手臂往上，再往下，我们来回做几次，向上提高，再放下来。每次手举高的时候，要小心我们的肩膀不要跟着往上，肩膀记得放下来。我们让双手留在上面，做侧面的伸展，右边拉长，左边拉长，两边轮流，右、左、右、左。前面呢，我们需要把上半身稍微活动开来。我们是全身性的肌力训练，所以在做身体的时候，你的手、你的背也要互相帮忙。我们让臀部稍微向外推，让身体的动作稍微加大一点点，右、左、右、左，最后两个，最后一个，吐一口气，双手下来，膝盖弯曲，手找到大腿，往上提高，吐气蹲，上、下、上、下，臀部尽量向后，大腿尽量向下。我们还有三、二、一，停留在底下，吐一口气，拱背往上推，吸气延展，打开你的身体，吐气拱背，吸气延展，最后两趟卷进来，延展拉长，向内卷，延展，将你的双手留下来，靠近地板。两只脚轮流弯曲伸直，活动下，双脚一起弯曲，一起伸直，弯曲伸直，最后一个，膝盖可以保持微弯，我们吸口气，打开右手往上提高，吐气放下来，向上，再往下，往上，最后一个，吐气，向反边，左手向上，往下盖，往上提，往下盖，最后两个，上下上下，脚弯曲，双手打开，我们上来，我们从头再做一次咯，向上提，往下放，上下上下，留在上面，侧面伸展，右左右左，带上臀部向外推，拉长身体，最后一趟，吐气，膝盖弯曲，手下来找大腿，下上下上，重心再向后，臀部跟大腿再下来多一点点。我们还有三二一，停留，拱背，吐气，吸气延展，卷进来，再打开，再次向内卷，延展，最后一个，卷进来，打开，双手溜下来，膝盖弯曲伸直，活动下，脚微微的弯曲，打开手臂往上，往下，上下上下，最后一个，向反边，左手向上带下来，上下上下，手掌地板，身体慢慢的卷上来。来到我们的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做的是侧弓箭，将你的双脚打开，我们先做右脚弯曲，再伸直，下上下上，准备带上你的右脚，回来的时候把膝盖提起来，重心来到左边，往下往上往下往上，选择你的双手留在大腿，或者是下去靠近地板，再举高，下上下上，每个蹲下来的时候，小心你的身体
臀部不要向外推，而是向后，身体向前，肩膀摆正。我们再做两个，最后一次，相反边左脚，膝盖弯曲，再伸直，臀部向后，找到身体的位置，肩膀跟胸口打开来，再往上。准备带上左脚咯，膝盖弯曲，吸进来，找到你的右脚，下上下上。每个蹲的时候，请你吐气，带上双手靠近地板，再举高，下上下上。我们还有五四三二一，让身体回来，双脚打开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手向前。我们做小小的往下蹲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留。手可以来到大腿的上方，让你的臀部再往后，大腿再往下。我们再停五秒钟，三、二、一，身体回来。相同的动作，我们再试一次。右脚弯，再伸直，直接加上手咯，下上下上，臀部向后，大腿向下。两只手如果找不到地板也没有关系，身体不要垂下来，我们还是要保持身体是拉长延展的状态。最后三二一，相反边，左脚弯，往上吸起来，下上下上下上，下蹲记得吐气。最后三二一，双脚打开来，臀部向后，脚尖向前，十个往下，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手来找大腿，吐一口气，身体再往下，停留五秒钟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回到中间，我们站到垫子的后方，手臂向上提高，吐一口气，膝盖弯曲，双手向前走。来到前面，膝盖轻轻地跪下来，手弯曲往下，再上来，再两个，再一回，双脚踩地，双手走回来，往上提，吸气，吐气往下，手向前走到最远，膝盖落，弯曲手臂，下上下上，手肘尽量靠近你的身体，双脚踩，两只手走回来，往上提高，吸气，最后一趟咯，吐气向前，手向前走，膝盖可以落地，手弯曲夹进来向下，再两个，最后一回，身体送回来，我们来到婴儿室，稍微放松一下你的双手，同时调整一下你的呼吸，让身体轻松的左右晃一晃，摇一摇。接着我们要做的是侧面的伸展跟侧腹部的用力。我们让身体呢先来到右侧，右手肘帮我放在地板上，手指尖朝前，身体向上提高，左手背在后面，吸气打开，吐气盖下来，打开，再往下。每一次往下盖的时候呢，你是感觉左侧的身体关进来，再打开，右边记得不要掉下来。关，开，关，开。我们带上臀部，打开的时候让屁股抬起来，离开地板，往下盖。再打开，向下，再打开。如果你还有力气再做更多的话，上来的时候
帮我把上面的脚踢上去，弯曲，落地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最后三，二，一，回来中间，手推一下地板，我们相反边咯。左手弯曲，手肘放在肩膀的下方，两只脚弯曲交叠，右手背在背后，吸气打开胸口，吐气盖下来。先找到身体用力的方法，向下盖，跟打开，留意左侧的身体，不要整个掉下来。关，开，准备好，加上臀部，往上提，再往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。下，带上右脚喽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下，你的侧腹部跟你的大腿同时出力，让你的肩膀可以省一点点力量。最后三、二、一，脚轻轻的放下来，身体回到中间，将你的双脚打开来，垫子的宽度，脚掌勾，身体向前。吐一口气向后，吸气向前，吐气向后，往前延展，往后腹部收，往内卷，再向前送，最后一个，向后，向前，我们要稍微停留一下下咯，让身体往后，肩膀放下来，两只脚轮流抬起来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最后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脚放松，身体向前。我们把背放松，身体往前延展，让你的两只脚轮流，脚勾，脚尖活动一下，把刚才可能用到的背跟腰，还有你的腿。稍微放松，伸展一下，两只脚弯曲，脚掌对脚掌，大腿上下动一动，让脚掌合起来，膝盖稍微高一点点，把这个菱形拉长，脚再更远，臀部再向后，身体再下来，稍微停留，头顶尽量往下，靠近地板，我们的尾椎也尽量向下坐下来，放松一下我们的背，深呼吸一口气，身体回来，右脚伸直，左脚弯曲，我们做侧面的伸展，左手拉长，臀部向下坐，在这里我们转动一下左手向后，再往前，再一圈，准备带着你的身体回来，相反边，左脚伸直，右脚弯，臀部坐好，右手向上，身体固定不动了，手绕圈，经过脸，来一个，最后一圈，带着你的身体回来，双脚弯曲，两只手放在大腿的上方，我们让身体绕一绕前面，左边，再向后，再一圈，向反边，向左，向后，回到中间来。